果有天我突然离开高雄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今天是我们104级同学的毕业典礼。谢谢你带给我那么美好的曾经，跟你在一起真的很自在。这几个月我过得很快乐，祝福爱的我们，就算见不到面了，还是过得很好。为什么要到现在？